系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欢迎咧翻到嚟今日嘅节目吓，国际大棋局啦。我系萧文俊。咁啊，今日嘅节目咧都系新鲜滚热辣咧去录出嚟嘅。咁啊，基本上咧，咁啊，我呢排系好唔舒服啦。咁啊，好多听众们、好多朋友都知道啦。咁啊，其实咧今日咧有星期日啦，咁唔需要话太过严肃啦。咁啊，即系叫做话系你攞少时间咧，可以讲一讲个近况啦。咁其实呢就听众们呢都睇到啊，其实我的情况呢基本上我冇咩性命危险啊而家。咁但係呢即係个人呢处于呢就係、是、例如讲嘢呢把声非常之沙啦。咁我话要食开声药呢先可以去讲到嘢啦。咁其次第二呢你嗰啲西药呢食咗落去呢其实佢係可以呢係舒缓你嘅情况。可以令到你个人一啲好严重嘅疾病。可以是顶住佢啦。咁但係其实呢你个人呢嗰个康复啊同埋你嗰一个呢叫做话去令到你个身体呢去再 recover 返呢係一个呢係另外嘅嘢嚟㗎。即係我想讲啊同大家讲讲。当你係身处一个係40岁嘅年纪呢你唔可以将自己呢係睇成20岁咁样嘅处理方式嘅。我自己嚟计呢喺我即係细个啦。其实我好多时呢譬如讲緊我系精神好好好啊我可以系死人唔瞓觉啦我系可以呢系出去譬如就算系同人打交又好受咗一啲伤都好呢我可以好短时间呢可以复原返啦。咁基本上呢我细个譬如讲緊我廿几岁时候当我喺柬埔寨啊喺其他嘅国家度工作嘅时候呢我系有超过一年嘅时间呢冇病过㗎。冇病冇痛嘅，即系我嗰时，譬如喺越南啦，喺柬埔寨啦，我除咗话系第一日我落机之后有啲唔舒服，譬如鼻塞啊、头痛、头晕之外咧，我系可以系当阵时咧啲必利痛嗰啲咧袋住旁身咧，可以系等到佢过期我都唔食噶。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自己咧就冇个即系所谓养生啦，冇嗰啲问题嘅。即系譬如话有啲朋友们啦，可能佢三十几岁啦，佢就会严重去脱发啦、甩头发啦，身体上面出现一啲嘅问题，我都冇出现过嘅。好似譬如讲紧咧，我之前我打拳咧，我自己操练时候咧，我整伤嗰只手咧，基本上我都系即系用一啲捽下啲药酒啊，跟住系去包扎佢咧，等佢自己慢慢好翻咧。基本上我都系咁嘅方式嘅啫，我就好少可话即系面对啲大嘅疾病嘅。咁所以呢其实去到啊即係人啦、啊、去到咁嘅年纪啦、啊、其实我即係40岁人啦、啊有好多嘢我未经历过嘅。所以即係譬如大家见到啦我晚上呢即係个情况呢你过咗夜晚嘅12点1点钟呢其实呢係好辛苦啊。因为係瞓唔到觉啦唞唔到气啦。其实呢有一啲情况呢我个人唔系咁希望咧过度依赖啲药物嘅，即系譬如好简单安眠药嚟计咧，我系比较抗拒嘅，因为咧我系好多朋友咧，佢哋本身就算唔系病，因为工作压力、生活嘅压力，佢哋食安眠药嚟到瞓觉咧，咁去到后屘我见到大家差唔多年纪，可能佢而家38、39岁人，其实咧佢哋个情况都好不妙啊，因为系基本上你依赖咗个药物。你冇佢你瞓唔到觉。我嚟计呢我之前呢其实有一年嘅时间呢有啲听众都知道我系要揸拐杖因为我只脚断咗。咁呢段时间呢其实我有冇过度依赖啲药物呢去啊当然食咗落去西药最好㗎啦令到你好快唔痛令到你可以得到舒缓。但系我亦都清楚呢其实西药呢等于一啲毒素有毒㗎。佢系会残留喺你身体入面嘅，所以我一直咧去到我讲紧我呢一两年啦，我开始去关注就系我要去医治去改善自己一啲嘅疾病，我系要治标定系要治本咧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咧我就慢慢倾向啦。我之前我好少去做一啲保养啊养生嘅，咁但系咧近呢一年咧，即系譬如大家喺节目听我讲过啦。啊！我会去青州林碧河啦，揾阿 Lawrence， 跟住咧嗌佢咧，睇下介绍一啲啊
可能日本嘅醋啊，一啲好啲嘅保健品俾我啦。我尽量就算自己出去做嘢，我都袋住佢支醋啊，一路出 trip 一路袋住支醋嘢嚟饮啊。咁跟住另外，譬如有时有啲朋友佢介绍咗啲嘅保健品去俾我咧，我都去试下食啦。咁其实呢段时间好短嘅，因为其实咧，由细到大，坦白讲，我身体系唔算特别差嘅。我系就算我经历过一啲嘅大事，系譬如我讲紧受咗啲好严重嘅伤，我即系喺医院咧，即系搞完之后咧，我好快时间出院啊。跟住去调理一下咧，好快就可以补充翻嘅。咁所以我一直系冇乜呢个意识噶。咁我琴日咧，其实咧个情况咧，嗱有几样嘢，因为我做人咧，我系有一啲嘅戒条嘅，即系我有啲自己嘅原则底线。我连药物我都话，我连药嗰啲我唔想太过依赖咧。何况即系我有啲朋友，即系老实讲啊，我做到博彩业出身嘅。当然乜嘢三监九流嘅人我都会识，即係可能话一啲唔正规啦，一啲啊黑道嘅朋友啦，一啲所谓啊大家话社会上面係个工作层面比较低啲嘅一啲嘅市井流民啦，好似我自己咁嘅朋友啦。咁有啲朋友呢，佢唔单止食安眠药㗎，其实呢佢係会用一啲呢即係非法嘅去吸收一啲非法嘅嘢啊。简啲讲啊，可能佢食部分咧嘅毒品咧，嚟到去令自己过得舒服开心啊！呢样嘢我好抗拒，因为其实老实讲，我由细到大咧，我所有嘢其实我冇承继自边一个人啊、屋企人啊，冇啊，全部都系我自己咧喺生活入面咧去摸索翻嚟。我讲到尾咧，其实我都系一个基督徒啦，我系一个有信仰嘅人啦。所以其实喺咁多年以嚟咧，我自己咧系对自己系有一啲嘅戒条，有啲嘅准则我要去做啊。第一就系咧，无论我做咩事都好，可能嘅情况之下唔好伤害到人。第二就系咧，我自己咧系唔会去掂任何上瘾嘅嘢，尤其是我好细个咧，我清楚咧，你唔好话毒品啦，就算你食烟啊，食烟仔啊，你都系会伤到个中气。对你个人咧，无论你行步路啦、打拳啦，所有嘢你冇嗰道气咧，系唔得噶。所以咧，我其实我对我嚟计咧，我都系食雪茄咋，我唔会话过度咧去依赖食烟啊咁样，唔会嘅。我一支烟仔未食过，我就算雪茄都系咧，你要我停一个月咪停咯，随时可以停，可以唔停，即系唔系一个依赖咗一啲必须嘅。即系有一段时间，譬如有啲朋友同我讲。饮可乐饮到上瘾，我从来系唔会俾自己咧去掂呢啲任何上瘾嘅嘢，因为我好清楚咧，我已经冇学识，我冇口才，我唯一咧值钱嘅嘢咧就系我嘅即时反应，同埋我可以嗰个脑袋，我冇理由去破坏自己仅余嘅价值嘅，所以咧其实我自己嚟计咧，我系就算我今次系病得好辛苦。咁甚至乎有听众又问，其实你面对呢个情况係有咩睇法嘅呢？与其喺度怨天尤人，你不如諗下点样去静心，去令到自己好啲，同埋係用一啲方法唔好过度依赖药物之下呢，令到自己呢可以呢慢慢舒缓返。咁因为其实我以前冇理呢嘢嘛，咁我对呢嘢其实係唔識嘅。咁譬如啊，我自己真係好辛苦啦，我瞓唔到觉，我完全係个人呢係休息唔到。咁我只不过係出一个嘅留言啦。咁当然我好多好感谢啦，大部分嘅听众呢啲朋友都系。譬如俾一啲方法我啦，例如有啲朋友啦，佢话啦试下点啲香薰嚟瞓觉啦，试下点样啦。其实老实讲，我一个男人即系孤家寡人，我点会点香薰呢？我唔识系正常噶嘛。咁跟住另外，咪有啲朋友年纪大啲嘅，同翻我讲，叫我去试下一啲嘅产品啦，维元糖啊嗰啲。咁其实咧，我好感谢大家噶。咁当然亦都系有一啲朋友咧，去俾咗一啲叫老中医啦，年纪好大噶啦，
咁嗰啲中医师咧，佢唔惊冇生意嘅，所以基本上咧，佢唔开咪唔开咯，佢唔需要系即系去同佢讲太多啊，一个星期休息休可以三日四日嘅，咁结果咧临时临急之下咧，我都要安排一下，尤其是有啲同我个地区咧系相差好远嘅，我都要谂谂啊嘛，点样几时去揾到个医生去 book 咧？即系你会发觉澳门有啲地方系咁啊，你唔系咁先进嘅，可唔可以电话挂号咧？唔可以啊，咁佢直情系打俾佢个姑娘都同你讲，我哋做街坊生意嘅咋，你系附近街坊你就几点落嚟啦，轮个丑啦，轮唔到你就听日先，佢都唔休做生意嘅，咁系对我嚟讲咁咪照试下咯，咁反而我想讲一样嘢。其实呢一啲朋友仔啦听众啦可能佢哋都係好实在俾意见啦。其实反而呢一啲呢同自己係最有血缘关系嘅人呢其实好惨啊。其实呢我係面对一个都几严重嘅问题。其实我近呢大半年啦其实我个人呢係改变咗好多。我好多时呢我係对身边嘅朋友啦合作嘅伙伴啦，其实我冇乜怨言喎。遇到问题，我就谂办法点解决。解决唔到嘅，再谂办法搵人帮手啊，点样？甚至乎好多时候我系宁愿出嚟去安慰下人啦。无论你话系俾钱又好，俾乜嘢都好，我尽量咧系付出多啲，令人开心啲。咁系去到咧，譬如讲紧疫情嘅时候咧，我收到好多听众咧。即系佢嘅留言啦，佢哋都好辛苦啦，好绝望啦，好唔开心啊！即系其实好多问题咧，我同大家一样嘅，就我都面对紧嘅。即系好似我自己，你觉得我以我嚟计，冇人同我借钱咩？喺呢两年不停去伸手问我借钱嘅人多的是，有啲可能大家都识嘅，即系有啲网络界嘅名人又好，有啲自己嘅朋友又好，旧嘅朋友又好。甚至乎以前有啲你同佢共事过，当时佢职位比你高嘅，系你嘅老细都好。其实我身边咧，我面对压力同大家一样嘅啫。但系点解我从来都唔去呻咧？因为我知道喺咁嘅时代咧，当你去呻，其实无补于事嘅。你不如倒翻转，谂下点样俾一啲正能量啊，提供一啲你可以做到嘅嘢，去俾你身边嘅人，而唔系不停咁抱怨。抱怨是冇用的，但是好可惜呢，其实呢我发觉即是呢样嘢是令我好心痛的。我自己最有血缘关系嘅人呢，好多时呢当我係处于一个咁收火啦嘅时候呢，佢哋见到例如啊我凌晨瞓唔到好辛苦。其实我想要嘅你可以你求其俾一句关心嘅说话我都冇所谓，你叫我饮杯水我都得㗎。而唔系变咗每件事都系就系攞嚟闹。你变相你好多嘢呢，你一味系用责备嘅方式呢，其实系冇用㗎。冇人想病㗎。冇人想自己辛苦啊。我只不过真系太辛苦，我唔识点处理，我问一问人啫。唔好将件事又演变到呢，又系唉点解我咁嘅岁数啊都唔去成家立室，唔去做件，唔去做啲正常嘅行为。跟住又话我呢点解细个唔俾心机读书，即其实我四十岁人㗎啦，唔好以一个二十岁嘅心态呢去时刻咁样去闹我啦。我二十岁已经出咗去做嘢㗎啦。你是不是应该，其实你要闹你在我十四五岁时候，在我十三四岁时候，你已经开始去鞭策了。你对着一个已经四十岁的人去闹，为什么不给心机读书，不去考份政府工，就算我真的好给心机读书，我真的打政府工，那不代表我不会遇到今天的问题嘛。那但是我都算的了。很多时呢我面对着一些的长辈啦、老人家啦，甚至乎我口中叫老师的人啦。我已经长时间呢处一个系即系叫做话以和为贵啦。其实我个人系一个好硬正嘅人嚟嘅。
如果是真正是跟我相处过的人呢，尤其是跟我在以前在工作上接洽过的，那就知道我的人呢是一个呢时刻呢都可以是很攻击性的人的。咁但係我近呢一年我了解到，有时你不停去挑一啲人哋嘅问题係冇用㗎嘛。既然你係爱呢个人，无论佢係你朋友屋企人，你緊係要包容埋佢缺点㗎啦。你緊係要諗办法点样去爱锡佢提携佢㗎啦。你去闹佢信佢冇用㗎。所以就算我呢，我喺国内做嘢呢，我好惨啊。我无端端竟然是比自己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就咁就闹到喊。我对于啲客我真係喂我大佬啊，我咁大个人点可以开下会接屋企人电话俾人闹到喊㗎。我走去对面马路啊，我係哀佢，不如你俾我开埋个会先，我同啲客搞掂完我再慢慢听，你鍾意呀你就可以再闹喎。有啲嘢呢过咗去就过咗去，唔係单方面责任。所以我成日同啲朋友仔讲，你教小朋友呢，你唔好太过主观。因为其实你俾佢个伤害係好大嘅。我自己嚟计我已经系病緊，我点都系一个病人啦。你唔关心我都好。你唔好闹我闹到系一啲即系真系好难听嘅说话啦。我自己喺度咁积极去努力我唔识嘅嘢。我都諗办法。諗办法去面对的时候，即是不要一味得个闹字啊，不是那么好啊。即是当讲到的说话有点太过了，例如你不要给我啲，不要讲得那么直接啊，即是我自己拿来啊，迟早会死啊，不要讲这些说话啦，好不好？我没有自己拿来的嘛。即是有时啲嘢呢我都仲系强忍住，我就唔好意思。你不如你俾我休息一下啦。我琴日我瞓得着觉，去到今日系一个钟八个字啊。当我觉得我系攰啦，可以真系攰到顶唔上瞓到嘅时候，我同你讲声，你俾我瞓啦，你唔好闹字啊。呢个系我嗰一刻最真切嘅心情嚟嘅。有时啲嘢呢，你身边的家人呢，可能他已经尽了他能力，甚至乎是处于一个非常忍让的了已经。你唔通你真的要白头人送黑头人你先安乐咩？不要这样去折磨一个人了。跟住当我每次去说你可不可以迟少闹，你就在这里跟我说，那不如以后大家不要讲嘢。讲真啦，我喺呢个世界上面，我冇乜屋企人噶啦。你唔好连我最后一丝我嘅意志，我嘅倔强，你都要打破佢啦。做人呢，即系希望你明白，我做人呢，好多时做啲嘢，我唔系可以随时同你讲，喂，你叫我收嘢唔好做啊，跟住放自己两个月假。我就可以放㗎嘛。我铺垫咗好耐，好努力去挣扎，喺呢个时代再去諗办法点样可以杀出一片天嘅时候。而你唔清楚，你都冇理过。你又唔好下下你讲完叫我即刻撇低所有嘢，即刻放两个月假。我话咗话唔得先，你不如俾我安排好做我啲嘢，我睇下点再休息下啦，好唔好？我只係提出一个建议。就已经是闹我搞不定的。即是这一段说话呢是我心底话来的。有时这些我不是去哀，不是去求，无论你是朋友甚至乎家企人甚至乎是女朋友老婆，我不是要求怎样可以去救我。个问题是怎样可以，有时我真的病了。或者是其实每个人都活得很辛苦，这个时代是真的，每个人都很辛苦，我很清楚。你可不可以给一丝的空间我呢？今次这一次呢，其实不是很关国际的事，
即系我个人感受。咁我亦都明白，因为好多听众同我讲咧，佢哋屋企人都好有好多问题。有啲嘢我觉得其实星期日唔紧要啦，帮大家倾下偈啦。咁啊，我哋再翻嚟啊，多谢晒咁多位。